第七四一节，你如何移动过可能性、预知和可能性行为主要的事件系列。1975年4月14日星期一晚上9:21，今晚真在8:50说：“我只知道，我想再回到课上。我不在乎我们弄到未知的实相的东西或个人资料或什么，只要我们开始就行了。”在一次休息之后，关于再开始上课这件事，我总是很紧张。在今晚早些，我由我的笔记里读给他听塞斯的上一节2月26日的第740节之后，他说了以上那些话。我还没有把它打好字呢。令人无法置信的，那一节已是6周之前的事了。自从那时，我们曾卷入于这么多的活动里，以至于很难决定在这些注里要提哪一个，并且到什么程度。那么也许我们只需要说，我们在我们的坡居里已有一个月了，而在许多很重的劳力工作之后，我们已足够安定来继续我们画画、上课、写作与游戏的自然节奏了。我有一个我正把它改造成工作室的房间，我也在那房间里整理这些稿子。而在我们结婚20年之后，第一次真有了他自己的写作室，如果他选择要用它的话。到目前为止，他比较喜欢在客厅的大玻璃窗前工作。真尚未重开 ESP 班，我们不太确定我们何时才能兼顾那件事，也许要等塞斯完成未知的实相之后吧。一般而言，我想我们在坡居里的第一个月，我们一直忙于形成一个我们能在其中感觉安适的心灵气氛，而任何人在同样的情况里都会直觉地做着同样的事。也许非得等到以这种方式开了个头后，我们才能在这个新地方开始某些运作。那么实际上，我们试着把旧的环境与新的环境结合起来。未知的实相看起来是不可见的，只因为在你们主要的事件系列里，你们不接受它。举例来说，就好像你们曾训练你们自己对红灯反应而忽略绿灯，或好像你们只念一本书每页的第3或第4行，你们只注意那些仿佛有实用价值的事，不论你们了解空间是什么与否，你们轻易地走过它。好比说，你们不用计算走过一个房间你要走多少步，你们并不需要以科学的说法来了解空间的性质才能把它用得很好。不过你可以看见你自己在空间里运作，到那个程度它是个已知的特质，那对感官而言是很明显的。你们实际的移动涉及到它，所以你认识它。其神秘的或较少为人所知的特质很少令你关心。现在你大半以你行经空间的同样方式移动过可能性，就如当你在走过一条街的过程里，你并不有意识地去操心所有必须的计算，所以你也忽略移动过可能实相所涉及的机制。事实上，你如此顺溜并且以如此的技巧行经可能性，以至于你很少抓到你自己在由一个可能性改变路线到另一个可能性的行动里。拿一个非常简单的行动做例子，你站在一个街角在想到底走哪个方向，此处涉及了4条街，你短短地考虑了一下街1及街2，但相当快地决定不走它们。你再站了一会儿，看往街3，看清楚眼前的那一带，你有一点被吸引，而想象你自己采取了那条路线。你的想象力把你暂时的放在那儿，内在资料立刻透过有意识与无意识的联想被唤起。也许你觉察到模糊的来到心中的几个记忆，一栋房子也许提醒你几年前一个亲戚住过的一栋。一棵树也许很像你老家旁生长的那棵，但在那一刹那，当你考虑做一个相当简单的决定时，内在的计算发生了，而在你身临的那一区，都以你知识的所有部分为背景核对过了。然后你看着街4，又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这个区域也引起了你的注意。在同时，你几乎同等的在脑海里保持着街3的形象，因为在这个街角，你可以同时看到他们两者。让我们说，你几乎同等的被这2条路线吸引，
你在两个可能性之间拉锯，有权全去选择其中之一作为具体的经验。在你做决定之前，如果你必须站在那儿写下与每条行动路线相关的所有思维与联想的话，你根本可能永远过不了这十字路口。当你站在那儿失落在你的沉思里时，你也可能被一辆汽车撞上。以同样的方式，如果你必须有意识地觉察首先必须被启动的所有神经与肌肉的话，那么即使是由一张桌子走到一张椅子，也要花掉你不少的时间。但当你站在那儿几乎同等的被接三与接四吸引时，那么你在那些方向送出精神与心灵的能量。过去的联想与现在的实相混合而形成一个模式，精神上你的一部分真的开始走下每条街，一个投射出来的精神形象。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当你站在那儿，两个这种被投射的形象走下到街三与街四去，到某个程度这些形象惊艳了，如果你自己采取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的话，会发生什么？那信息即刻地回到你这儿，而你按照它做你的决定。比如说你选择了街四，而具体的你开始走向那个方向，因此街四变成了你的物质实相。你接受那个经验在你的主要事件之顺序里。不过你已经送出了你自己的一个具能量的精神形象到街三去了，而你无法撤回那份能量。你那被吸向那条路线的部分继续其旅程，在决定的一刻，这替代的自己做了一个不同的结论，他体验街三为物质实相。你所认为的自己真的是在每一瞬重生，跟随与你在任何既定时候承认的一系列官方事件分开的无限数目的事件。这儿有关于你们科技文明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以那种说法，当你们的世界变得更复杂时，你们增加了实际上可行的可能行动之数目，决定的数目倍增，身体上你能相当轻易地由地球上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几世纪以前，一般人并没有机会以这种速度由一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当空间变得更小时，你们可能性的复杂性增加了。你们的意识现在处理远较多的空间信息，我是以你们时间的说法来说的。在看电视时，你们觉察到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事件，所以你们的意识必然变得脚步偏狭。当这发生时，整个可能性这件事就开始采取了一种更实际的面貌，文明一个个连锁在一起了。政客们试着预言其他的政府会做些什么，而一般人则试着预言他们自己的政府可能会做些什么。当你试着决定在一些可能事件里哪一个会具体发生时，你就开始越来越与可能性打交道了。当可能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时，那么科学家们就会给它更多的考虑了。不过这整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就真正的心理学而言，当我们让一个人觉察可能实相的存在时，他就不再觉得被事件所陷溺了。你们的意识正在开始了解预言性的行动之重要性的那个点上，而预言性行动永远涉及了可能性。以某种说法，你是在你一生到这一点为止，你做过的所有决定被认知的结果，那是官方的你。其他也同样官方的自己，是你自己经验的分支，做了你没做的选择，那么也选择了实相的替代版本，但你却不因此而有任何的削减。你跟随你认知为你自己的那主要的事件系列，但所有的你都是相连的。这些并不只是玄秘的声明，却是对你自己行为的本质之有效线索，意思是要使你感受到自己的自由，并且强调你的选择之重要性。那么不论何时，当你试着预言行为或事件时，你就是在与可能性打交道。不过对你们来说，好像所有在过去的行动都是固定而完成的，同时唯有在未来的行为才对改变开放。所以
预言这个字假定了未来的行动，基本上过去就与未来一样的对改变开放。当你在处理历史性事件时，你相信没有涉及到预言，个人的，并且作为一个族类，你们确信在你们后面有单独一条已经完成了的事件之系列。在个人实相的本质里，我声明行动之点发生在现在。在意识的探险里，鲁伯十分恰当地说，时间经验真的由现在渐洒出去，形成一个明显的过去与未来。当你好像向回看进时间而建造一个历史时，你是借由将你自己主要的事件系列投射到你所了解的过去里而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你由现在去了解过去，但你也从现在创造它。可以说，你接受某些资讯，你目前认可的事件系列，随之用那系统作为一个测量杆，它自动排斥掉那些不符合的。在经验的某些层面上，这并没造成多少区别，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彼此同意，而没露出任何马脚。你们建造信念之平坦结构，然后用那些信念像用染过色的眼镜一样的去看实相。相反的信息对你而言真的是看不见的，它会被忽视或丢在一边。举例来说，以直线演化的想法曾经风行一时，如在这本书里先前提过的，一般人接受的演化论是极为简化的。你们的族类并没来自一个特定的来源，可以说你们有许多表亲，这些血统的痕迹有些在你们的时代里还留着。不过当你向回看地球时，你实际上试图由现在的观点去预言过去的行为。个人的，在你切身的生活里，当你看你先前的生活时，到某个程度你也这样做，你涂掉不符合你对你自己目前观念的那些事件，就你而言，他们真的变得不存在了。以这种方法，你挡掉你自己实相的一些面，而至少有意识地削减了你的选择。如你所知的，人类在其内天生固有许多能力与特性，他们之所以没被认知，是因为你们不接受他们作为你们生物或灵性传承的一部分。所以实际地说，他们变得潜在而看不见了。这同样也适用于个人。当你放弃了经由对操纵可能实相这一个认识而可获得的意识与经验之丰富混合时，你相当剧烈地在每一瞬改变你的经验。每个个人比他们所理解到的有多得多的选择机会，只因为你相信时间是个封闭系统，你才得不到明日的智慧。的确，你一定会出生与死亡，但在那架构内，比通常经验到的大得多的经验次元是可能的。你们彼此全是活在任何既定地球时间的对等人物。借着真的了解这点，你们可以接受宗教这么久以来一直在教你们的四海一家这个概念。